阮老师，谁不认识您啊？您跟古巨基老师特别是不是特别熟啊？为啥？因为你们俩是反义词啊。你能有劲吗？我房间里没鸡，你这孩子怎么了？今天我房间里有鸡，你房间里有鸡，三人组安排的，放心吧。怎么会呢？我不是说我怕尖嘴动物吗？尖嘴，好、哦，牛鞭子，牛鞭子，牛棒吗？那个食物跟这个一起吃，我们好厉害，我哇哇哇，你爸爸想要你干嘛？不是，就他给我吃，我就吃了，他经常吃。